364。各位同心，我们开始上课哈。这节课是由我们中里府政治人郑老师带来演讲哈，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哦，多谢大家，谢谢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平安，大家高赞。高赞。哦，咱伫礼拜日会用伫遮聚集哈，大家来关心咱的台湾，我感觉这是足无简单，因为咱伫看到。这届的题目，我相信，咱知影讲，人甲啥物程度是上届无法度，感觉上无奈就是讲，当咱若去甲病院看到遐植物人，我相信，因虽然头壳内底一直想讲，我要安怎来改变，我要安怎安怎安怎，但是可能无法度，因为。到这个境界时阵，虽然头壳还阁清醒，啊，毋过伊个身体可能袂振动啊。这叫做植物人。那么伫台湾内底，咱也无去一项一项甲斟酌甲找出来，咱会想讲，安尼到底咱个台湾是要安怎？咱敢知咱台湾有偌济物件？你感觉足奇怪，就敢若讲不三时就咧发生一挂。真全世界拢捌拄过物件，像高雄迄个事件，透早我看到新闻，电视拄甲切开，我敢若第一个印象，拢一直会看到讲，遐个官员内底，遐个媒体，遐个记者，我知影大家拢真知影关心着讲高雄即件事件到底是啥乱，啊，毋过第一个时间爱做啥物工作，肯救人。救人的时阵，但是媒体所做的物件是开始伫遐访问、访问首长、访问。我相信，即咱若当地的市长，也是遐个负责的官员，应该都爱甲媒体讲，咱有一个共同的发言，请你去问伊。啊，我即马真无闲，但是毋是伊伫遐讲出真济真济理由，开始第一句话，伊讲。这个啥物事件发生？讲这就是有可能安怎安怎安怎？伊用一个有可能啥物情形？有可能安怎？安尼来代替的时阵，咱的百姓艰苦，医院艰苦，看的人监管咧看，但是拢无去想讲家属讲的崩的这种代志吼，是足严重的。全世界我甲查起来，拄啊好第一件伫咱遮。全世界哦，第一件，大家讲奇怪，迄哪会崩呢？吼、哦，那像讲，无可能，安尼迄都绝对袂发生的代志。那像讲阿里山迄都伫遐吼，玉山台湾的玉山徛啊久，都毋捌听伊讲安怎。啊，即摆来讲会倒落吼，迄、哦、就是一定有伊的原因嘛。看是风太骚，还是去予雷公拍着，但是拢无，啊是安那家己崩呢？而且我看到一个。画面出来，这个描写着咱台湾拄好目前的心情，什么心情？因为拄崩起的时阵，拄好有人提供车内底行车记录器，啊，迄记录吼，拄好看到安尼，拄好看到，开始伊叫因翁讲紧嘞，紧嘞，紧那边，紧那边，啊讲啊讲啊，某某嘛某去那边，因为遐崩起来，啊就讲啊某过啊某某，啊个无位正边正边，伊讲啊正边某某。啊，无都对安怎，无停个拢卖灯，大家默默安尼，结果因太太甲讲一句讲，安尼咱是要走歹死，吼、哦，怎讲一句讲，要挖也毋是，正挖也毋是，直行也毋是，倒退也毋是，啊，结果伊怎讲啊无停呢？伊讲袂使袂使停个，若对只崩起来，啊，伊怎讲一句讲，安尼咱要走歹死，啊，就较落尾只有甲伊博运气。博这个运气，讲好，我都爱甲你博看卖呢。那好运就袂死，啊，那歹运就搁得着。台湾的目前命运，就是差不多拢像这款的。到底在咱的文字教育内底，是甲咱教育什么？今仔日咱的民政府要受训，唔是讲用到一挂空壳，用到一挂讲
甲政党用安尼来挥挥咧，啊，准拄好。这就是今仔咱要去探讨的代志。首先，我爱先讲起，伫咱的选举内底，伊就是一个白贼谎言。台湾充满了足侪足侪谎言内底，你听起来那像那真正，啊，毋过实际你甲看，哎，无共款哦。第一个谎言就是为选举开始，在选举的当中，目前咱台湾人咧参加选举是要选到什么人？咱拢讲，咱要选家己的台湾总统，敢毋是？啊，毋过就即个宣誓时阵，拢向着车联牌，啊，毋过即只久啊，嘛无人去发现。所以无发现的当中，咱看到讲，因咧讲的话。就怪怪啊！伊会使黑白讲，黑白开票，啊，黑白讲一挂五四三。有的人选举吼，你捌听过一种选举叫做一人当选三人服务，啥物意思？哦，这听起来敢那真好个见证吼。伊讲，我若当选三个人同齐服务，啥物人倒三个，那我甲你介绍一下吼，候选人本身一个，第二个。就是伊个大某，第二个啊，第三个就是伊个小三嘿，啊，拢总三人服务。咱大家听到会讲，哦，有影呢，这三个人服务，安尼咱加足紧的嘛吼。问题你想讲，伊个家庭家己都咧无正常啊，啊，咱是变哪三个人服务？啊，万不利你来去甲请教讲，阮兜家庭吼，家庭纠纷，啊，请你来调解，啊，你调解啥？调解阮翁伫外口拢四界走，拢袂转来，啊，就是有小三。安尼，伊毋知变哪甲你调解呢？伊就讲啊，我家己都安尼啊吼，所以你才找别人好啊。伊嘛甲你讲安尼尔，所以一人当选三人服务，这真正甲做标题安尼甲做出来，我看一下安尼讲，哦，啊这哪只奇怪？过来，看到因咧讲的话，要来启动幸福，哦，启动幸福，真好哦。这幸福若启动吼，咱开始会当安怎安怎安怎拢真好。啊，毋过你启动了后，你敢无去想过？这个立委做八年啊呢？啊，八年内底你拢连一淡薄仔塞者都无吗？啊，即阵你讲我若连任，我要启动幸福，我讲这话袂见笑呢。八年你都无启动，啊是安那？佫互你当选再佫来启动，这敢对唔对？因为若要启动，就是你做滴啥物工课，你就要开始启动，敢是安尼？问题伊就甲讲，我着当时才过来甲启动幸福，安尼这着造成了咱大概咧听的时阵，听甲惯习惯习啊。啊，若佫早期录含，哦，我找到迄二十几年前的录音带，我一个朋友甲讲，啊，你哪有这种带？伊讲，啊，这着选机共录的，啊，我甲放落去听看卖吼。伊讲，迄条一个候选人选举吼，啊，伊录起来，啊，都我甲保存起来。哦，伊若画迄句，即摆摕出来画吼，哦，我感觉二十多年前迄人哪颓，你敢知伊个口号是啥？伊个口号就是讲，我某咪人绝对清清白白的买票，清清白白的买票。哦，迄讲啊足大声，迄录音带录个哦，清清白白的买票。买票后分清白甲无清白，啊，到底安尼是啥物人叫做？咱是要安怎？所以伫今仔这个动作内底，你会看到台湾人就敢像高雄事件，你开一只车要正越南着，要倒越南着，要直行着，要停个也唔着，啊，就是敢讲，啊，毋知要走歹死啊！目前的情形，咱看到你敢袂烦恼？所以咱来开始去了解，今仔日台湾，予咱。混乱的物件是啥物？第一，咱从来毋捌去看过外国是安那尊重人权。而且我爱描写着描述哈，描述着讲美国有一个最近才顶两个月前，因有一个代志发生。因为我甲看迄个 CNN 新闻内底。这个代志是 CNN、ABC、BBC 所有全世界的媒体当中是头条、头条哦。
大大条新闻，迄、那个新闻关系到几个人的性命，一个美国中士中士哈，伊的阶级是中士，然后伊讲伊五年前代表美国去到越南，潜入迄个塔利班内底去做渗透，去啊甲做歹人，啊去啊甲做间谍，结果去用抓到，抓到了后变作啥物款？变作讲。哇，安尼吼，我看五年失踪去啊！伫失踪内底五年，拢总啊找无消息，找无伊个这个人到底是啥物款？伊个爸母赶紧去甲这个奥巴马总统讲，总统啊，啊你嘛敢到想一下办法？伊敢接到这个消息，找来才知影讲，这个人要活咧，这个中士，吼，哥德利门，这个人要搁得咧。歌德中士要得嘞，所以一吹到鸟，马上派人甲伊讲讲，来，谁甲伊讲？人我要爱活嘞，倒来。所以伊甲讲新闻转甲报出来，看到讲哦，啊这有影，这个人要咧讲话好。结果塔利班甲伊讲条件是讲啥物？讲我要甲你，当然美国袂使官员直接甲伊讲谈判嘞，袂使甲伊见面，所以伊爱透过。一个叫做白手套，啊去甲伊斡旋，啊甲伊讲好条件，你要啥物货？结果因的条件开出来，伊讲你要偌济物件，我拢答应你。美国是安尼，美国讲无要紧，你看你啥物物件，我拢答应你。结果伊讲无，我嘛无爱物件，我要爱迄个 Cuba 迄个古巴监狱内底遐个战犯，要偷放五个。哦，这真严重呢！迄是五个爱甲放出来，人迄、那个盖达组织迄、那个恐怖分子爱甲放出来，五个。我甲你讲这个条件，结果总统马上开紧急命令，放这个人平平安安送返来甲美国。这个代志有怎去哦？美国参众议院发现。哦，发现到真严重哦！伊讲，你乃使甲这种组织咧讲话，咱损失偌大，你知影无？哦，啊，大家批评，伊讲你爱开听证会，爱出来说明道歉。哦，爱开始哦，大家甲要求道歉了，这奥巴马怎？吼，奥巴马总统站出来开始，站伫遐，一旦大家媒体记者拢站好，真心中真斟酌。非常的庄严，甲因讲，第一句话你知影讲啥无？大家全美国的人民拢讲，这爱道歉，啥物话道歉，这唔对，安尼来个评论。但是伊徛起来第一句话讲，我甲恁讲，我阁心中甲恁讲，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我绝对无道歉。哦，大家听一个强要冰冰的，我绝对无道歉，因为。这个军人虽然伊个阶级真卑微，啊，毋过伊嘛是我美国个人，伊是我美国人。伊讲我身为做美国个大家长，我都有迄个责任甲义务爱甲伊保护，用尽所有个办法都爱甲伊个性命甲换转来。我无道歉，我感觉我对。啊！结果伊安尼讲了吼，伊怎甲问一句讲：“啊，假使这个囡仔来领导的人，你要安怎做？”哎、啊，听了，伊讲：“哦，安尼袂使哩哦，大家拢谅解。”所以这是一个真有勇气，美国重视这个人权到这个地步。啊，那咱这边，我甲你介绍一下，那咱这边吼。我想想，因为我做兵嘛做过真济，我咪做真济年，我做将近两年。我的军阶吼是全国上细的官，全中华民国算上细的是少尉吼，少尉就是全台湾、全国啦，袂使嘛，全中华民国上细的官就是少尉。啊，我咪在业，我是预备少尉，迄句要讲少尉嘛无成，啊要讲真诶也假，迄我嘛毋知。反正着时间到，我着紧转来，歹倒去啊！我做破诶，
你知影人权安那改变？我捌送过一个人去病院看病，伊是叫做盲肠炎，毛当严重无？严重啦吼！啊，但是迄毋是小可大病啦，迄着送只要若甲病医，你佫较安怎嘛是吼？都解决就好啊！吼，但是伊拢无检查，去到遐，我甲讲医生，啊，这足疼呢，啊，要安怎？怎讲？这简单，一粒止疼药我先食咧，啊，食咧讲。讲啊，佫咧疼呢，伊讲两粒，吼，啊，甲讲啊，安尼，敢若嘛无改善呢，伊讲安尼用注射，啊，注到第二剂诶时阵，伊怎甲讲一句讲，无法度啦，恁吼家己，即注止疼注两剂啊，你佫安尼哪有法度，吼，所以家己想办法，结果。两支注咧，好加在迄个人怎点点，是讲安尼好，安尼可能较袂疼，明仔载再拍算。啊，结果透早甲叫起来看卖，讲怎为面前顶怎练来，讲啊巧伊啊。我当场看一个讲安尼练这毛都移甲死去，结果伊个内容写啥物，死因啥物款？心脏病发作哦，这种。知知的啦吼，心脏衰竭啊，心肺衰竭、肾脏衰竭拢有啦，反正就是死就对啦。啊，咱讲这句无要紧，迄法医来验的时阵，伊为着骨干呢，骨那像假干那真的，你讲啊，这有没有他杀嫌疑？我讲笑诶，这是变那个台啊，无吼，因迄法检查的法官哦，检察官来佫讲啊，谁照顾他的？我讲我。伊讲我们要好好的检查有没有他杀的嫌疑。啊，我讲拜托个，我介也无冤无仇。啊，但是变哪个台？啊，我着爱佫惊军法处安尼来来去去来几遍。啊，法官着讲啊，你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讲没有关系，阮个阿兵哥啊，迄阮个部署啊。啊，我先生爱甲顾啊，爱讲啊，你看他难过，你有没有加害什么动作？我讲啊，我着叫医生啊，我哪有法度什么动作？敢会讲伊拄仔咧疼，腹肚咧疼，啊，我甲加甲踢一下，啊，怎死去？无可能吧？吼，啊，这医生感到，咱着为遮思考。一个医生，伊若死伫呢病院，这啥物人的责任？医生的责任嘛，迄间病院都爱发现，因家己爱来说明嘛，因为我人教你啊嘛。啊，我才知影讲，哦，原来军中的军法官是乌鲁木齐啊，真正是乌白来啊。迄人若死去吼，伊若查无原因，实在讲诶，人安那死拢有一个原因发生嘛，对不？你知影当咧交诶时阵，拢交啥物？有加一个鉴定死亡原因，有一个叫做不详。哦，迄若不详，反正医生若含万未晓吼，都开始交一个先不详，啊不详就甲送出去，啊不详烧做骨头啊，啊那剩骨吼，迄边人检验嘛无法度啊。啊，这就是咱看到台湾遮诶物件。拢总是骗，用着白贼啊，白贼甲变成落尾。你若听迄军法官咧讲话吼，哦，迄时还是迄敢做法官，迄毋知捌啊毋捌。这也咪我睇啊，对无？这干那看新闻嘛知，啊验出来报告，你看伊迄个检体报告、检体报告，你嘛知影讲这是安那死的。吼、哦，啊若要讲有他杀嫌疑，有，就是医生一直甲注射疼，注甲死去啊，安尼尔。无可能，我甲做诶吧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种种足侪原因，伊怎写着不详，死因不详，啊无甲写一个调查中。我讲哦，迄安那死诶，迄问我都拢知影，都阁加一个调查中。即所以咱诶主题是啊，洪仲秋案伊安尼爆发起来，迄是硬甲公司诶，硬甲抄袭诶。所以伫咧训练诶内底。在我們台灣讓這個流氓政權統治裡面，他只有沒戰爭一年死六千個阿兵哥，那戰爭也沒那麼多、哦、一年這樣、啊、沒戰爭也沒什麼兵兵順順，不是說有在燒台、啊、就一年這樣說死傷全台灣、哦、這樣就死六千，將近要六千個這樣死的、啊、死因都是不祥、啊、不然就心臟衰竭，那都用燈怎麼燈好了，迄检查内底拢怎变作讲是安怎奈安呢？啊，简单讲起来是安那会不祥。咱会记哩几啊年前有一个以清风上校，吼、
迄死因啥物款，你知无？嘛不详。好，啊，伊死因嘛是心脏衰竭。啊，问题是是安怎？那系心脏衰竭，迄无可能的代志。但是伊安尼，伊就是真正安尼。所以咱个看讲，这个案若要破，我就咧想讲，这若破案，可能全中华民国就无海军啊，因为迄抓到可能来抓到对打去啊。啊，这就是咱一直唔知影的原因，和台湾一日过一日。啊，咱所受的教育一直是变作粪扫的教育、垃圾教育、垃圾知识一直填充伫你的头壳内底，和你去袂晓去思考，因为咱那一直无用。但你咧想着讲奇怪，咱个国家呐，甲人无共款，伊就甲你用一个考试，考试落去，你就真正乖乖，你就开始袂去想，因为考大学有一个科目叫做三民主义，迄读册呐袂晓个人吼，一本计读过，已经加了几啊分，所以大家一直拼死读，一直拼死读，读到落尾，伊讲三民主义会当做啥物代志？统一中国，即咱拢民国讲个哦，即是大家。吼、哦，迄填空内底就叫你写安尼啊嘛，考试嘛是写安尼嘛，啊你若爱答对安尼，你才有分数。啊，三民主义到底伊是追求啥物？吼、哦，民主主义，吼、哦，民主主义是咧追求啥物？民族主义有一个叫做民族主义，民族吼、哦，民族主义，伊讲民族主义就是咧追求国际地位平等。啊！你家想嘛，知咱即马到国际地位到平等，那平等，咱的渔船去予菲律宾，甲咱弹一枪，咱就听我讲来，甲你讲好。啊，所以伫真济课题内底，迄些是我看甲讲，哦，我毋知影。那军中内底吼，我毋是咧批评，那有子弟咧做兵，那讲感冒爱赶紧送去外口，莫伫军病院内底，迄稳死的，迄袂晓看。吼、哦，啊！伫军中的军医嘛，乌鲁木齐，迄我看到带一班，带我的兵仔去，予迄军医看。迄若要我做医生，我比较高。伊安怎做？伊讲来两个小帮吼，啊，较少的徛这边，较袂少徛这边。啊，佫两个小帮吼，来佫分开，较少的徛这边，佫较袂少徛这边，啊，佮分做四组。啊，四组就是退烧药啊，吼，上轻的食一粒，上第二、第三粒、第三、第四粒安尼，上重的食四粒，啊，就叫转去啊。用安尼来看病，讲这免你迄个你归去叫我来要较紧，无至少我嘛会甲伊讲多喝开水，吼、哦，多喝开水要好呢。啊，你叫安尼用安尼食，我讲迄若无死啊奇怪。啊，军中所有的教育就是为小学教育安尼起来，你看到迄军中咧作战吼。迄袂受怕哩，迄整个看到高雄事件，迄阿兵哥所看到是拢看到啥物？伫遐等，你敢问讲啊？你伫等啥？等顶官的命令？吼、哦、啊！命令要等创啥？紧救落啊！讲无，阮无专业，只爱等到顶官来指示的时阵，啊，我才会使叮当。啊，所以迄个第一时间，有个人手去予缀着，啊，无咋叮当。照你讲。迄先啊举起来，也是减轻伊个拢会杀你啊！迄戆人嘛，知影讲，迄石头地着讲，爱去等顶官来指示，爱死啊吧！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迄都未晓做，未晓做内底所发生重大事件，就开始大家拢到底是要安尼啊，要安尼，要安尼，拢唔知影。迄就是对咱教育开始。所以我伫军中看到迄位小学读真悬的册，啊来个军中做工做兵吼、哦，真正戆兵呢，迄真正是够颓的。迄你敢问讲你当时出事吼、哦，伊甲你讲哦，报告我几点，我什么时候出生？啊，你讲你敢确定？你确定吗？你出生时候有没有看墙壁的日历？讲没有，啊没有，你怎么知道？回去问看看，啊讲真正要登去问看卖啊，看是毋是迄天。这种物件，迄颓甲啥时吼，有当时会感觉讲。台湾伫这种你困的教育，叫你冲，用一个考试叫你冲，啊冲去打，伊无甲你讲，要冲安怎嘛无甲你讲。所以伫我读高中时阵，我就开始写真侪理论出来。
你你敢知我较早高中吼，捌写一篇理论，就是主张啥物？主张免读册。我甲老师讲，老师，我感觉安尼唔对，因为读册得久，读到高中三年，佮大学佮考会起哩考，我以前考大学足歹考个。吼，啊，佮考到唔来调袂调，啊，考调出来前途嘛茫茫渺渺，不如我即马吼来做一个工课，就是服务人民，我来替咱。咱这高中这学校吼，开始替人买菜做工课啊服务。等到我要选里长，我有二十岁，我选里长，我就来选我的调啊。一个月遐济钱，啊，我就开始来服务者。等到我若会使选的时阵，我就来选。吼，我就来选举。啊，若选调，哇，我的人生就已经够啊。无啥物啥物人生有比这较好，吼。啊，所以有的人里长做二十几年，唔是伊服务真好。实在讲诶，迄就是变作伊甲人交配真深嘛，拢选伫感情上。你若问讲你啥那要选伊，因为伊甲我袂歹；啊，你那要选伊，因为我那讲死去吼，伊有来甲阮念香，安尼尔哦。还是讲食死去，伊有来甲阮送饼啊，来甲阮看，这拢是造成无拄好诶困扰。所以伫这种教育内底。你就会发现讲，今仔日台湾可怜的可怜伫遮，读册有效无？无效，因为当咱背遐济册，对着国家利益有帮助无？大概我若看到咧教华语的老师，我的导师都是教华语的，大概叫我背册，背讲书中自有颜如玉，吼、哦。啊，背当中，佮行迄个姿势，安尼行过来，敢若讲，哦，伊真非常的高雅、啊。啊，叫我背，啊，我嘛真正甲背，啊，背到了，安尼我讲，老师三行拢有，颜如玉，车如楚，黄金屋三行，啊，这三行代表你捌真足甲想过无？这三行拢对遮有利的，对你有利的，无，绝对无。迄对咱大家拢无利益啦，啊，敢对遮有，对家己当事人有尔。所以伊讲读书自有黄金屋，有你读册读愈悬，你乌色会愈多，专专业业的贪污，哦，这真厉害，拢无哪落来甲掠着。这敢毋是安尼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车如厝，迄厝就是啥？车愈大台，有影呢？读愈册愈悬，愈悬愈悬，啊，做官愈大愈大，你看伊个车愈驶愈大台。那伫阮军中阶级爱看倒位，你知影无？唔是，爱看伊个腹肚。迄腹肚若愈大颗呢，你看，甲讲长官好，绝对无唔对，因为迄腹肚比这阶级较清楚。迄腹肚若愈大粒，就是这阶级愈悬。啊无吼，伊若无挂出来，你拢毋知这啥物人。但是我甲阿边哥交代讲，你若看到迄巴肚大大坑啊，伫遐喊来喊去，迄吼，迄个啊甲讲长官好，绝对没有错，迄一定长官。无咱做兵者，巴肚像安大坑，吼、哦、啊，就是看大粒细粒，大粒细，安尼你看看伊高与低就知道了。所以你看讲，伊讲车愈厝就是愈大，伊个车愈大台，迄代表伊个阶级愈大。但是这敢有帮咱？一车大小台，像吴敦义几啊年前讲，我开的车才3000cc 的小车而已呢，啊个而已呢，3000啊个啊，咱赛遐么多婴儿车，对无？我开一台600cc 而已呢，啊我搁开一台050的而已呢，0.5的无甲100。啊，伫这种情形内底，车大台甲咱有利益无利益啊？啊，佫第二项，黄金屋伊贪金屋遐济钱，伊敢会分你？袂啊，阿妈听讲，哦，来各位乡亲，我今仔日多谢大家支持，我伫中央乌足济钱转来，今仔日来川里干事因兜，大家分一寡。我那安尼讲，我感觉这个袂歹。问题将来唔捌，对无？甲选举再佫分地块安尼尔。啊，过来，伊讲书中自有颜如玉，哦，这愈含。我从来冇看书中颜如玉伫倒位，
我刚看过，甲老师讲过，讲老师，我知影一本册，看啊，遮侪册内底，敢若一本册有颜如玉，就是 Playboy， 其他拢总无。啊，你想安尼，咱读这三行册背了是要啥物利益？咱对着同学都无帮衬，对着咱班上嘛无帮衬，对着咱学校嘛无帮衬，敢毋是安尼？啊，所以咱对对着骨读，一直读，一直读，结果。伊就讲啊，你唔知啦，你爱吼学习着迄古早文人哦，迄个徐志摩徐大师，伊凊彩讲一句话吼，咱家都背甲要死。伊若乌白讲，你就乌白背，啊，就变作、哦，即马作文，大家拢爱写《徐志摩全集》哦，啊，就一直读一直读，读到落尾，我感觉伊迄内底，咱感觉真正甲看过。故一个三毛作家，阮老师拢讲，这足好个文学，你都爱看。但是我看讲三毛嘛一篇迄个做啥物？送你一匹马。迄时讲个，我感觉迄种人生，迄要创啥？啊，无得去看一个云，啊，学生甲等个拢莫去上课，讲哦，迄意境偌好，你知影无？伊讲哦，三毛，伊讲伊捌曾经去看了一片云，要上课当中看一片云足水个，啊，伫遐就怎甲停起来？啊，看一片云，啊。伊讲难得有这个意境，哦、我看这实在是啊上课边啊差别，上课明仔载买上哩，后天买上哩，啊无上过来老师的厝补习，安尼尔，无法度改变。但是，较落尾三毛的一生啥物款死去啊？我昨下甲老师提出讲，老师你讲迄个徐志摩，吼、哦、徐大师。真好，无唔对，但是我甲看伊个册，看过遐侪本内底，我甲发现伊一个结论：第一，就是看用册，过阵啊散步、拍小姐安尼尔，无啥物专业。啊，过来第五行领厝个汇票，大家若无钱就爸，我无钱啊，啊就过来。哦，我闹这种老爸吼，我嘛真，我嘛晓呢。我若厝这种老爸吼，我屁股甲飘平，我唔若过阵啊，我过来徛袂。哦，啊，逐工来喊，喊甲可以，对无？啊，若讲中国要统一，迄时阵拢讲三民主要统一中国，我讲唔免，我著来吼，遐逐位甲招一个出来生一个囡仔，甲蛋个乌白蛋，连讲比啊那笨个阮囝拢出来，哦，凡说有一个党主席嘛，不一定。即敢，咱人的一生敢是咧追求这唔咪？咱就是爱看到美国。的这种造物在哪里，所以咱拢知影，咱已经沉困了真久啊。有一首歌曲，检查你可能毋捌听过，检查你捌听过嘛毋捌听过，啊，毋过伊的歌词内容，就是咧描写着讲，咱今仔日台湾的造物是虾米款？你要予后一代人是虾米款的人生？我请大家同齐欣赏咱这首《一张网五十单》。每一届我若听到这首歌曲，心内总是有真济真济感触吼。咱听看卖吼。这首歌是要献给苏明老先生。苏明老先生一生为台湾的付出、的打拼、的牺牲，伊所写的一本《台湾人四百年史》，有影响济济独立运动者。台湾这个民族。四百年来，一直用压制，一直用棍打，一直用欺负。荷兰时代翻红毛，满清时代翻长衫，日日那时代翻四脚，国民党时代喊一日翻乌啊。台湾这个民族，四百年来拢在人翻，是安怎会去人翻？就是去用欺负，去用吞打，
身体起来反。出头天，出头天，这句话已经讲四百年了。出头天就是家己要当家做主，就是要独立啦。苏明老先生有提出独立建国的理论，当然这个工作是相当的艰难。苏明老先生因为安尼四十几年未将倒转来台湾，未将倒转来家己故乡，伊的物质生活是相当的困苦，伊所赚的钱都是拢用在台湾。伊人生上大志业就是做独立运动，本人只有一首曲来感念伊。唱了后边讲拍拼、拍拼、搁拍拼，来做结束的时阵，我相信这首歌会带动了咱台湾人的迄个心情，就是讲四百年来，咱敢了解到，你徛这块台湾这块土地，插过几支国旗，拢总插过八支，但是真可惜无一支家己的，这就是咱今仔。爱打拼，伊讲四百年来，咱经过遮济遮济遭遇，但是咱就一直咧创啥？咱唔是无团结，咱唔是讲咱拢是迄种落伍嘅民族，实在是咱去互流氓政权安尼甲咱吞打，搁再吞打，用着济济无拄好嘅物件，咱唔无去思考，咱都唔知讲咱方向是要行倒一个方向。敢若知影讲拼，有当时啊拼要拼对倒，拼互囡仔读册。囡仔读册拼了后，伊读册所得到的知识，甲国家有帮助无？绝对无。看遮济真正无。所以呢，伊当这首歌出来，咱会当去感受着讲，是安怎伫台湾。咱经过遮济苦难啊！我捌去甲高山族因个部落内底，一届我看到因个雕像片，我感觉足奇怪。伊讲第一个，我讲你第一个是谁？伊讲那是我爷爷。啊，中间这个我爸爸。啊，最后那个是我，我当兵的时候。啊，我讲当然这无啥物奇怪啦，哈，伊是用家庭照啊一个细个细安尼。用料的时阵，我甲问讲，我阿姨那爷爷那时候穿这个什么衣服？那是那抗日英雄哦。讲对，我爷爷那时候是抗日英雄。哦，好。啊，中间这个嘞，穿什么衫？日本衫，日本阿兵哥的衫。
啊，我说，哦，啊，你爷爷打你爸爸？我说，对。啊，结果更加好笑的，啊，爸爸打架，因儿子翕一张，伊穿着中华民国迄，那个迄，那个、车轮牌迄个阿扁哥的衫，绿色的。我讲，安尼看起来你摆在一起不会觉得怪怪的吗？吼，哦，就是阿公怕老爸，老爸怕后生，啊两个啊三代都一直相怕。我讲啊，你们有没有去思考过这个到底谁造成的？伊讲，哎，从来没有呢，好像我们那时候人家喊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干不是安尼？我所去的部落，就是伫罗纳信义乡遐。我伫遐生存十年，才发现着讲，哦，迄个古早咱所听到的原因拢无同款。我嘛捌去甲问讲，奇怪，你们，我问一个老阿嬷，我讲，欧巴掌，奇怪吼，你们这里听说以前都在吃那个人头，有没有这回事？哦，伊安尼甲我看看看，伊讲，你要吃吗？我砍一颗给你。我讲，我不敢吃。啊，伊回答个如何笑？伊讲，啊，你都不敢，为什么我们要吃？迄就是用着真济真济无拄好的迄个原因，安尼甲你改变，让你去感受到讲，哦，哥耍就是真凶残、真残暴。但是我甲伊做伙遐久，我从来毋捌看过因安怎。讲实在，我从来毋捌看因牙骨那小讲，从来也没有看过。而且当两个冤家甲足严重的哦，迄款个讲哦，大家甲劝开了后，但是伫迄因一个人安尼无细致啉酒，啉酒醉，落迄摔伫迄沟仔边吼，啊，我看到另外一个本来拄只个冤家了，足严重冤家哦，迄员工用要相拍，但是呢，他骑摩托车过去，就跟他啵啵啵啵啵过去，啊，就甲话就讲，哎，是你哦，要不要帮忙？哦。赶快起来啊！我拉你一把，快点！啊嘞，讲哎，啊这两个独子阿咪伫啊，结甲足大个，啊是安那，即马佫佫扭起来，啊扭起来，吼、哦，就甲讲一句讲啊，你不要心情不好啦，这个，吼、哦，我们吵一架就觉得应该身体更健康啊，啊怎么喝酒？哦，哎，因个模式我讲，哎，真正哎文明嘞，迄将来毋要拍架呢，大家，所以我转去甲做。部落调查的时阵，伊讲因这个内底吼真严重，拢种凶残，结果规世人死几个？你知道莫纳鲁到迄阵抗争日本死几个？咱了解无？死差不多一百几个，将近六百，都不定啦吼。日本嘛有，中国嘛有，咩台湾的兵高山嘛有，啊伊嘛有，大家拢有。结果统计起来，拢总是六百几个。将近六百啦，但是号称着全世界和平的民族，上和平的哦，五千几年来上界和平的，讲究和平的民族，你知影伫台湾死几个？一直来死几个？初步统计超过140,000。诶、欸，白色恐怖迄死到即阵，也毋知要安怎去统计呢？你甲想？爱河会变作红的，家己只要台湾三条大溪，拢总是红的。你想遐用偌济人的血，十块都甲变作红的，迄咪盗墓之类呢？迄是人的血安尼落去的呢？啊，你想遐甘只六百几个上和平的民族，竟然是死上济人？这就是咱爱去思考的点，就是讲，咱今仔日看到遮的情形。敢是佫用着感情的理论来支持，是咪爱开始有勇气去佮改变？对着教育，伊若早你得要开始思考着国家意识的时阵，伊家属佮你起一课啊，啊你着规个拢好势啊。石油若佫佮你一届佮你起两课，本来咱讲着心内要建国要安怎，伊当后礼拜佮你起五课。你规个就较紧嘞，趁钱较要紧啊！迄咱真可惜的一个想法。咱若佫甲你讲，即马要考作文，哦，讲到这個，
咱全部博士班伫今年的暑假开始加一个班级叫做作文班。结果我去甲老师咧讲，我咪要甲伊教迄个吼，我是去甲请教讲，哎、欸，老师，啊你，哦，啊恁即马着忝啊咧吼，啊恁即马安尼作文班，伊讲安那讲咧，伊讲吼，哎呀，你唔捌啦，迄条教囡仔吼，会晓画好难就好啊。作文竟然用会掰，会乌白讲，乌白写，吼、哦、啊写一挂文句，迄个句吼，着中国人迄诗句，安尼甲摕落，甲落落去，迄高分，哦，真厉害，啊，真厉害内底，咱拢无去思考一点，伊对咱有帮助无？我拢会用这来做一个检验，讲啊，这对我敢有啥物关系？所以你会记得古早伫砖头内底，咱就是拢遭受这种压力。那讲到砖头，我员工伫阮庄上出名，但是我出名毋是出名迄种乌白讲乌白真，是毋是讲乌白真啦吼？就是讲话较奇怪，啊，就互当作是一个问题的学生，啊，问题的孩子。啊，但是我想起来，我到即阵我拢毋知我毋对伫倒位。我那个船长，每一届讲话就是迄种气势最上的哦，我会当安怎安怎？伊一届敢讲，你敢知？那咱这个砖头，我化水会震动啊！我想讲，哎呦，我也毋捌看过。我一届提一桶水，甲讲船长，拜托个，我一世人毋捌看过水是安那会震动。啊，你讲用化就会震动。哦，我这吼、哦，看卖下咧好不好？安怎甲我讲？讲我咧挑他语病，我讲啊，莫安尼啦，伊家己讲个啊，即个咪安尼，啊，伊大概就是讲到话，就是迄种我嘛袂晓讲呢，咪臭屁尔了，迄个一种安尼，哪对个哪唔对，我甲大家讲，伊捌讲过啥物代志，伊一届伊个朋友来遮来找伊，啊，真无好个朋友个款啊。一概讲了，专家讲一句讲，那这种人来，我无咧甲秀啥物货，啊对啦，嘿，讲无爱甲秀迄个物件，啊我讲，哦安尼哦，啊我就是讲，哦因个方式那则奇怪，无好个朋友唔免甲秀，啊那好个朋友就爱啊、哦。哦，一概伊招真济朋友来，伫阿咧饮酒个当中讲。啊，这就是我上好的朋友。我昨下走去个边，甲伊提醒讲：，哎，你上好的朋友，你唔着爱甲伊，爱表示一下嘛。你顶回讲，啊，你若无甲，先那个笑嘞。我也毋捌看过这种欢迎的仪式，啊，甲我，互我看卖啊嘞，是安怎那会安尼？吼，因为啊，伊着讲起来着怎对我甲牵累，甲我骂一句，唔是阿囡仔，啊，作生气安尼。啊，这就是常常咱咧讲奇怪，这你讲的呢？哎、欸，这不是我讲的哦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你讲的哦。啊，我是甲提醒讲，啊，你哪呢？啊，一届才真正去哦。哦，迄时也是，阮船长是听我听足袂入心的，足奇怪。啊，规世人我甲伊玩就足重的。吼、哦，迄时也是，唔知是安怎，迄都讲起来吼，迄袂晓讲，伊就是。吼、哦，迄嘛咪讲咱超工要甲伊一届，我嘛是那就讲甲好心甲提醒伊，大概若讲因兜风台吼特别来啊，啊因兜尺啊着安尼，哦安尼真重啊，着开始刮一直刮一直刮，刮到落尾，我嘛听讲过一句话呢，伊讲吼，我吼系足艰苦的哦，啊非常无简单，但是我伊讲难怕定咧，落甲搬转来。啊、哦！我就想讲，哦，那遐好，啊，是安那电脑好，我遐了都开始想，我就想讲奇怪，哦，啊，迄都甲大力水手同款，好、哦，迄种我读国小三年，我甲讲，嘿哇、啊，安尼那遮好，哦，啊，因遐那遐他电，安尼我那讲那袂晓，我那讲大概搬较艰苦一寡，叫大家搁倒搬，啊，是安那歪，叫大家集合，大家电再去搬，安尼毋是愈紧。我想想两年呢，想两年，讲奇怪啊，查某变安怎？我当一直想，一直想，一直想，想到落尾有一届，伊佫发生，伊搬袂转来啊，佫伫遐咧怨叹讲啊，今年吼啊，唔知变安怎？迄册啊佫安尼挂挂啊，规包唔知变安怎搬转来？哦，我
发挥公德心，我去甲提醒，讲船长免紧张，骨定一下就好啊嘛。哦，迄届就真正话，伊就甲我讲着啊，哪讲哪骂，骨哪吵，讲你这无教养。我想起来，我唔是无教养，我感觉是讲，这问题就是安尼，敢唔对吗？啊，你家己讲的，这拢伊讲的，我无甲，这唔是我甲。我讲的嘛对无，这不是我甲建议，妈咪我甲造成的，但是伊都是安尼讲。台湾行到这个地步，就是拢互遮的入客啦，当作真的，互遮的物件当作是哪像讲，咱若伫要主张家己的国家的时阵，主张家己的看法，咱变作无意见，拢总爱问船长，为小甲大。我看到阮遐人民，当遐村民，大概人伫选举到，就去船长兜，船长啊，咱要选倒一个。我讲欸，奇怪，迄一人一票拢伫手的声，我去问伊，啊，伊嘛袂见笑。欸，我感觉你吼爱投咱吼，咱即阵拢全都得投几号的。啊，你甲问讲是安怎？因为二号的上地库，迄卖差味。吼，迄时爱听到吼，上地库讲卖差味啦，爱包二十块，迄才甲投。啊，阮就看讲奇怪，像那一个选选议农的选举，安尼竞选竞输，竞选竞袂掉，啊，咱要拼啥物？咱台湾一步一步看到囡仔嘛是安尼共款，啊，咱的学生囡仔所学的物件，你敢无感觉会着惊？作文内底写写啥物诗句内底拢无要紧，乌白草单拢得官分就好，但是伊头壳内底无迄个真理的概念，没有真理的概念。伊所想的，尤其是真恐怖。伫一个三岁囡仔，你若看手提着卡拉 OK， 我隔壁的一个三岁，我甲问讲，你想啊唱啥物歌？伊讲，我也要唱，哦，足够唱歌。伊佮因爸爸讲，来来来，这叔叔伫遮唱一首，互叔叔听看嘛。我讲，啊，你会唱什么歌？伊甲讲，第三杯酒。我听者讲，哎呦，三岁尔会晓这种歌？我讲，啊，你佮来咧？爱是那对人走，我安尼，佫一个叫做归去刷刷去啊，啥？我听者讲，哪有人三岁囡仔啊会晓爱是那对人走，啊无就归去刷刷去，这种歌哪会互伊唱？啊，佫唱甲足欢喜的，安尼唱甲讲哦，因爸爸佫要甲送去倒位比赛，我讲唔好啦，迄囡仔吼安尼互学这无好。但是咱台湾一针一针，老师感觉甲讲这唔对。唔捌，老师拢唔捌咧甲教这唔对，是安怎唔捌甲讲？因为老师的音乐咧教音乐课，国小、国中、高中，那国小、国中、国小就讲老师教音乐课，我第一下讲，我来教，我还阁会晓。迄就摕一台录音机，甲摕甲断咧，啊，甲拍咧落去，爱坐咧看报纸，啊，放假了都我下课，安尼叫做音乐课。迄超大家拢安尼哦，这唔是我别讲哦。啊，那国中就是。音乐课卖上来考试来加强，吼、哦！啊，那高中就免讲啊，连体育啥拢免啊，拢用用掉，啊，就来读册，安尼就好啊。迄就是咱看到这种形成的教育内底，咱的幼崽就未大长啊，一大长嘛无法度。所以咱今仔日用真欢喜吼，知影咱台湾的问题了后，咱。休困一下，等下，咱来讲南边那角青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。好，下课休息十分钟。